就是把资料剖析这一段啊，这一段怎么来的？就是我刚刚做那些动作啦，反正你就把录制句子照着做，录完结果就是变这样。只是说呢，上面没有注解，这个注解是我自己把它加上去的啊，所以这些注解将来呢，你当然你自己要把它加上去啦。我建议你录完之后你不要偷懒，一定要做那个注解这件事情齁。那当然呢，这样已经够好了，而且跑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呢齁，对于那个就是追求那个程式齁，一定要就是总是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够好，还要能够更好一些些，因为程式实在写太多。所以我的终极目标啦，我讲过我的写作的特色就是程式务求它越精简越好。能够写一行就不要写两行三行。OK, 所以呢齁，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再把刚刚的这个一二齁，其实一二总共会有四行，其实四行里面写一行就好了。好，然后呢底下这些呢其实也只要写三行就好了。所以写完之后程式就会感觉很精简。好，而且这种写法的话齁，也应该是比较外面找不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齁。首先的话，第一个我先把1跟2有没有游标放在我先把那个这个齁，我先让它可以先跑到一个部分好了，跑到想再先一个空点，我先让它可以先做一些东西，再来剖析，把它停在这个资料剖析这边好了齁。因为现在像有的时候齁写程式齁，好像你没有资料，没有你要的那个资料在画面上，凭空写实在是很难写，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好，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写，没关系，我就停在这边。那我第一个先让我产生我要的资料，那停在这边之后呢，再来改我要的程式，这样就比较具体了。有没有？你把它移到旁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把游标放 D1， 然后呢，让它变一二三，一直到一二三四五六，这边有没有？那实际上这边当然我们要录制的话，它会产生很多行。那实际上呢，这几行的话呢，我通常我先把它注解掉好了。其实你只要写一行就搞定了。OK， 其实原理原则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就是我告诉他说，我的 range 哪一个呢？从那个 D1 D1 到 I1 OK， 然后呢，里面因为总共有六个格子嘛。D 到 I 有六个格子，所以呢，如果里面你要塞1到6的话，你可以塞一个阵列进去就可以了。阵列哦，那所谓的阵列哦，在那个VBA 里面呢，它叫 array。OK， 那 array 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变数里面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一个变数只能放一个，但 array 可以放很多个哦。OK， 刮胡之后的话，跟他讲1 2 3 4 5 6这样子，那意思是说这个 array 这个阵列里面有放六个数字，那这个六个数字刚好前面有六个坑，六个数字前面有六个坑，就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不就1 2 3 4 5 6了？这样的话呢，写完等同上面的结果。好 ，OK，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好，其实这个写法我觉得还蛮值得记得的哦。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已经。所以好多这边把它再做注解一下，后面的话就是要帮我把它切割，切割，这边就要就是把什么切割，把这个切割 B2 切到 D2 到那个 I2 对，所以我刚刚写了，所以刚刚写的东西可以拿来复制一下，刚刚写即时运算师窗里面嘛 ，Ctrl+G 然后写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跑个回圈 for I 这个应该很简单，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那这个最下面前面都写过了所以这个应该已经写了 N 遍了以后的话要很熟那我就因为我有时候因为要拿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又有点接受不了，还要固定某个角度，不然我怕等一下没声音所以没办法 OK 不过其实已经单手打习惯了这也还好 OK， 那再来把刚刚那一段程式怎么样 Ctrl+C， 好，把它关掉一下，就贴到这边来，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呢，把什么呢？把这个2改成 I 就可以了。改的方法我想应该不陌生啦，
算号移到中间 ，end 再移到中间，打一个 i， 前后呢加空白。啊，这个2的话，因为在边边，所以空白加一个 i 就可以了。啊，这边也是在边边，好，所以呢就是怎样，把它空白加 end i 就 OK 了。哦，应该可以看得懂啦，不然我发现很多同学每次都问说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老师你那边是用两个，啊，这边是用一个，啊，其实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旁边啊，你旁边没有东西了，你不需要挂钩了嘛，就不用再一个，就像你火车一样嘛，最后一箱没有了，你干嘛要再伸出一个要跟谁接？没有了啊，对不对？好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完工了。完工之后的话呢，因为现在还在中断模式。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按 F8 什么意思呢？就是逐行跑，因为你不确定嘛，对哈。我是建议啊，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是慢慢 F8 慢慢去跑它，不然的话呢，你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细节。F8 这一行执行，哎，有没有？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效果就是这样。OK 哈，应该没有复杂了。只是这个还蛮好用的吧，以后的话你就一个阵列，噗，全部丢到一个范围了。所以以后啊，那至于什么叫阵列啦，其实就我刚刚讲，可以放很多资料。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这个后面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数字哦，你用字串也可以，甲乙丙丁 A B C D， 但是前面要加双引号。好 ，OK， 那这样就可以这样直接丢到某个范围。那实际上范围哈，跟阵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差别是说那个范围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但是这个阵列是在记忆体里面，在电脑里面你看不到的。OK，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写法。再来的话就是逐格逐格的切割，对，所以这边这个哦，哎，这个我想应该程式不困难嘛，但是却很好用哦。OK， 执行第一个 B 先切了，那因为它是一个，我刚刚讲过，它是一个切文字的，所以切完之后它也会把它丢出来是文字，所以你会发现它都会有那个什么呢，哎，绿色的标签跟你讲说这个是文字。好 ，OK， 好，啊，下一个，哎，有没有一个啊？其他都一样，所以后面都一样，我就全部让它跑啊，最后删除那个 B 栏就完工了。好 ，OK， 所以这边的话，但你如果不喜欢用 B 栏，你用2也可以啦。它这个地方可以用名称，也可以用数字，都没问题。啊，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OK。啊，最后呢，这边我又有一个 Auto Fit， 所以自动就调整栏宽了。啊，底下的话呢，就一气呵成了 ，OK。所以刚刚主要的重点就是把什么，把刚刚的资料剖析，有没有这么多层次，把它改成就一行。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三行。这样子呢，哎，感觉就很空旷了。好，本来要十几行的，现在呢，其实只要5行。OK， 哦，这样感觉会很清爽吧？哦，只是说两个看起来其实结果一样啊，那你会选哪一个呢？哦，不过这种方法还是要稍微记一下啦。哦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那录制剧集的好处当然就是可以当你完全没有头绪的时候，可以帮你产生一点东西，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程式实在太冗长了。那可以的话未来就是慢慢自己要习惯。所以也许我一直强调了那个剧集录制也许是一个过渡吧，或者是一个阶段，或者是说当你还没有头绪的时候，你可以先暂时充数这用吧，那如果有更好的写法，我当然会建议最好都全部改写成 VBA， 这样相对的程式也比较简短，而且也比较容易理解 ，OK 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哦。